了。外面有人在哭饿了。现在再两道。再两道是什么意思？再两道。半小时前是再两道。好饿哦！好饿，好饿！我已经动不了了，快饿死了。我一整天没吃东西。一六八。一六八什么？一六八。对啊，一六八。现在大家都在168。你也在168。因为太瘦了吧？因为老高说168很健康的。对啊。哦，那影片确实自噬系统嘛，对不对？没错。会吃掉废物。